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我们今天继续玩王者荣耀了。现在用的英雄是双上香，双上香这个射手也是蛮少用啊，也是经这招限免的英雄啊。这招限免还有刘文这个曹操，双上香好像才6000多吧，我还没买，没怎么用。射手里面，感觉最常用的射手还是后羿啊，后羿、李云帆这样子的，比较像射手的。刘备更不会运了，刘备好像是近距离的吧，这个很糟糕啊。对面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对面好像没有法师啊，对吧？有嬴政，嬴政是个法师，但是身上香不需要蓝就无敌了，放一直翻滚一直翻滚啊。刚才玩了一把曹操不需要蓝挺爽的啊，你就不需要去惦记自己的蓝，打不好一下子没蓝，关键时刻没蓝很糟糕了。他这个价格跟樊钟一样哎，樊钟是拿了个超大炮啊！哎我操！你很嚣张啊！再不跑射死你，这泼猴！这其实是由这个御林断剑邀请啊。百花百中，小悟空，你还想对我做什么猥琐之事？差不多了，走了。刘备他来了呀，两口子走了，上来就不见血。别怕，直接打。这曹操这么霸气啊！两个家伙居然对我们家塔开始发起进攻。小心刘备啊！这个玩的身上让人就要玩他的角度啊，这翻滚的角度，翻滚正确就好打，翻滚不正确就很麻烦。啊、哦，好痛！吓死我了！原来你平均伤害这么低。呀，又打我，你又吹我，又一枪，又和哪吒搞死他一次啊！爽不爽？我就问你爽不爽？啊，对方刘备居然去打暴君，我操！我说刘备到哪里去了？哎，谁开大？谁开的大？对方也有哪吒，我他居然飞我！先躲塔里面，来撞我，撞我！撞我！你还敢撞我？不知道我射得很猛吗？还好有哪吒在旁边，要不然我一个人肯定搞不死他，对吧？没蓝了这玩意儿，而且打个蓝 buff， 双上香用蓝很快啊，主要是他技能 CD 好像也短，所以说耗蓝快。我去打蓝 buff， 哪吒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住，哎呀，哪吒卡了还是怎么？一来就捡个人头，爽啊！这爽的啊！不要让我混得太爽！对牛太差了啊！我们去打上路，继续打上路啊！小心猴子啊，到后期我打猴子就没有那么容易了。
给他轰两下就死翘翘了。不过现在我有那个装备领先他的吧。哎呦，来打我！痛不痛？我就问你痛不痛？哟，压死！这次还好啊，哪吒又及时飞过来搞死他。这和哪吒配合不错啊，对方又要开大了，他不敢飞我吧？给你两个胆子不飞我啊！你打我，你打我，你打得到我吗？走人走人走人，孙悟空可能要来了啊！来了就知道了啊！哎呦，就不上去打，哪吒赶紧帮忙呀，别站着不动啊。小心草丛啊，开始撤退，去打蓝 buff 了。哎，他又把暴君打掉，这孙悟空！我说怎么找不到他的人？你不看不见他人就在打暴君？这两个家伙都去下路了。哇，好混乱！先打亚瑟，超神了吧？对面开玩笑，这样子让我们赢。皇灭就轰了，暴君是那么好打的。哎呦，这个痛！爽不爽？就问你们爽不爽？爽不爽？搞得你们没办法出来。呀，还会曹操？什么鬼？好混乱！没蓝了，来去打个蓝 buff。开始撤退。没有蓝。死歪了，开始撤退。哎呀，没蓝好糟糕啊！
他们一个个都在这里啊。快就打主宰了，你们也太猛了，没抢到。直接强攻啊，对，不能让主宰发出来。请求集合。对，主宰打了也没用，对吧？他们好像人掉线了，是吧？孙悟空掉线了。五连胜，不错不错。11连杀，这个打得爽。